发现了第一支命名的时候可能在缅甸，然后用产地的名称命名。对，之后发现它的族群不是只有缅甸而已。对，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种类以后，我们就沿用它的原有的名称。对对对对，应该说我们有做过它的 DNA， 其实它跟大陆的福州。它是跟一样的，跟那边是接近的，跟那边的族群比较接近。对对对，它跟东南亚、跟东南亚、东南亚有一些族群的聚集啊，还有那个因为很远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所有所有它的东族的语气，比如说它的族啊、土地啊，那都不是为了攻击人类，那都是为了他们本来的自己的历史，所以才演化成这个样子，没错，是发音。所以人类不是它的食物啊，我们人类不用过度脑补，就看到哦吃人，不会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它带离这里，对不对？让它无人区。阿金，你有吹过大蛇吗？有，阿金，你给老师好不好？目前遇过最大的蛇，你们冷静，给我试试看吧。哎，你注意哦，你已经少了三条了。不要，不是机器压的，不是蛇。你不能再扫兴了。所以其实我应该等它投在一个好的位置再压。还是就直接压里面吧，直接压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他前方有人吗？不用担心了，因为他们很大，因为他们跑，他们应该在抽吧？哎，但是我听说现在最大的他。感情能释放就是输赢，优秀的人耍就消失了。